Hello，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今天要先跟各位介绍的是什么是高强度的间歇运动。那从字面上面来谈，高强度一定知道是动作的那个强度一定是特别强，而且可能是用全身的力量再去做的哈。那么高强度的间歇运动呢，其实就是指说我们利用全身性的这种力量，然后来去在短时间之内，然后去做那种爆发力的这种运动。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会利用低强度的动作来去降缓啊，降低我们的心率哈，恢复到正常的一个心跳哈。那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节省时间，也是在短时间内可以提升我们的训练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会说，高强度的间歇运动呢，其实在我们的训练，有氧训练当中，或者是生理的训练当中，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蛮好的一个训练。那么高强度的一个训练呢，它其实对于健康也非常的有帮助哈。那这边可以帮你，就是它可以在短时间内让你很快速的去做一个排汗减脂哈，那减肥啊，当然可以，也可以在短时间内去提升我们去燃烧我们大量的一个热量。那除此之外呢，它还可以提升我们的降低我们的血压，然后也可以提升我们的代谢率哦，让我们代谢变得更好。好，那除此之外，可以降低我们的血糖，那可以让我们恢复到正常值。那话说，高强度的间歇性运动适合进行吗？比如说像有一些像高风险的可能心脏病啊，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人，那我们怎么样去做这样的运动呢？其实只要经过医生的指示，他如果说 OK， 你的状态是 OK 的，我们就可以进行。但一般的中强度的这中风险的齁，在运动之前呢，我们也是建议你，如果要做这样子的 HIIT 这样子的一个运动的话，你最好去做一个健检。好，接下来要跟各位谈的是，我们在做高强度的这个间歇运动呢，又有哪一些的需要我们要去注意的原则呢？我们首先会从三个主要的一个控制因素来去谈。第一个是速度速率齁，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阻力，还有我们的休息的时间来去谈这个控制的因素。我们当我们这个控制的因素考虑进来之后呢，其实我们就可以很快的掌握到这个HIIT 高强度的间歇运动怎么样去做执行。那么其实在这边也建议，就是其实 HIIT 呢，就是高强度的间歇运动呢，它可以带给身体可能会有一些的身体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压力。那么我们会建议每一次的高强度的这个运动呢，大概就是间隔你需要间隔48小时，如果我们要做，然后如果我们接下来又要做，可能要隔个2天左右。那每一周呢，大概进行的2到3次就好。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休息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中间会排入一些低强度的一些训练，来帮助我们做一个缓和，也避免到身体的过度的一个疲劳的状态。那关于高强度的一个间歇训练的这个心率，我们怎么样看呢？那么它的强度设定大概是在8分钟，每8分钟以上呢持续大概10秒，然后达到喘不过气，然后呼吸困难的程度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氧气的供给不足齁。那我们的心率大概设定在 80% 以上，可以用那个保留心跳率来去计算。那其实可以通过身体的自觉的这个量表齁来去看齁，身体自觉强度它是感觉是1到10。那10的话可能就是感觉到我跟着没有办法忍受。那么印象中我记得就是在前一阵子很流行的，尤其是在健身或者是在很多的运动的
风气都有谈到，就是所谓的塔巴塔这个运。那其实塔巴塔呢，它只大概也是有四分钟，可是就会让你觉得哇，在这四分钟里面会很全身很舒畅哈、哦，就是做了很多很强的，然后也会有中间可能会有一些穿插力强度。可是在这个反复的过程当中，你会充分的、很快的去做一个大量的排汗，然后也会有大肌群的一个运动。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到什么是高强度的这个间歇训练哈，它有一些的菜单。那我们通常会挑选到全身都多关节或是多肌群来去做的一个动作来去做操作。那我们通常初学者呢，我们会设定到最大努力的程度大概是1:3哈，就是因为我训练，可能我休息时间会增加之类的。那如果说就是会拉长，那如果说我们已经到体能或者是一直不断的平时都有在做训练的伙伴们，他可能会或同学们，你可能就是1:1或1:2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我运动，我做这个动作可能60秒，我接下来休息就是60秒。好，所以因此呢，这个高强度的间歇训练呢，属于我们可以建议在30分钟以内里面完成，它其实就 OK 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带着各位同学来做一个高强度的间歇训练的一个活动。开合跳 ，Ready Go。登山者 ，Ready Go。跪姿伏地挺身 ，Ready Go。死虫式 ，Ready Go。深蹲跳 ，Ready Go。前跨步 ，Ready Go。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对于高强度的间歇训练的一个介绍。